天气是愈来愈热，嘛就是较容易生蚊虫的时阵。罗岗镇公所为今仔日开始办理全镇喷药啊消毒作业。十九号早起，镇长特别前往罗岗罗定里桂花巷艺术村老家，甲镇里图书馆等等地方视察宣导，呼吁乡亲爱定期来巡视厝内面积水的容器，来防止天狗类疫情的发生。地长是带着工作人员，针对较容易生蚊虫的所在来进行消毒。镇长柯志宏嘛特别前来视察规个消毒的作业。咱这天气也渐渐炎热吼，所以伫咱农工公所，咱嘛开始规划吼，针对吼一些蚊虫的吼一些施药，尤其咱今仔吼来到这绿林里来做这个施药的吼一些工作，尤其安尼这个吼，而且嘛呼吁吼咱所有乡亲。伫只安尼，即热人吼，大家当讲吼，针对我们周边的环境，啊是讲即花坑啦，啊是有积水的所在，会当讲吼，即个水吼，甲清除，以维护吼，咱即安尼所有的吼，咱住家的一个环境。镇长表示，最近天气愈来愈热，真侪人感受到蚊啊愈来愈多，所来风台季节搁要来啊，较容易生蚊虫，希望乡亲会当加强户内外环境整理。较容易积水的容器的清除。咱这是咱的一个游乐区，以及是所有的这个人潮，不常时都是真多。咱的这个空气啦，最好舒适吼，嘛，互别人来有感觉一个足好的印象啦。镇长指出，家中若是有废弃的浴槽、水族箱。等大型的废弃容器，会当联络清洁队协助清运，来消毒蚊虫的产生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录港采访报道。